今天跟大家有個新的任務，什麼任務呢？就是之前我不是跟大家說，我是跟 Mary 剪頭髮的，我現在就已經上完這個二級課程了，我準備上這個學這個剪頭髮三級這樣。那麼在我學剪三級之前呢，我現在有個 mission， 就是呢我開始即係剪我第一個客人的頭髮咁樣。咁咧，佢係邊個咧？噔噔，嚇係就係、是、我老婆阿卡啦。咁咧，佢今日咧就係、是、做我第一個嘅客人啦。咁咧就係、是、去剪一個嘅頭髮。咁咧，今日你想剪咩頭咧？呢個客人。我交俾設計師話剪啦。唔好太長，唔好太短。留翻啲前面音嘅，但系唔好太長，唔係過兩日就要再剪過噶啦。OK， 呢個要求絕對唔係過分嘅，但剪唔剪到係另一件事。Okay， 好，咁我哋都要預備一啲嘢，因為咧，始終我哋喺廳度剪啊嘛，咁我冇理由剪到成地都頭髮。一個小朋友嘅粒啊，小朋友唔會咯，咁大，好，準備粒落去。係啊。咁緊張啊你？好，睇嚟我緊張多啲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開波啦喎，死就死吧。好，開工。老師要是要吹乾我頭先可以執嘅，而家係冇得執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就剪到呢一個位置先。咁大家都見到嗱，其實有短過㗎，係咪先？咁咧，我呢個係咩頭呢？理論上應該我係想剪 bob 頭嘅，即係呢個冬菇頭。咁但係咧，係咪屬於 bob 頭咧？咁我唔知啦。咁啊，一定就唔係老師剪嗰啲咁靚咯。咁我起碼都有，其實少少 bob 㗎，後面有少少㗎。呢、这、一個位，呢、这個少少，不過呢個位可能爭啲啲咁多。呢、这個位係幾靚嘅，係、这、呢個爭啲啲。自己襯自己。爭啲啲，我覺得呢個位 OK 嘅。不過咧，睇下乾咗之後，同佢再執一執啦。可能啲髮尾啊，啲落啲多啲。哇！點解咁長嘅條？呢啲真係流年，流年。長啲就短啲，短啲就一條。乾先得白白嘅，都乾得。不過我哋乾咗再執啦，乾咗之後，好，就咁一乾咗先再執。拜拜。好，有機會見啦。如果係仲要得執嘅話。